我在洗澡了，怎么又停水了？房东大人，你快回来看看。我家可是高级公寓，怎么可能又停电又停水的？喂，喂，姚远，姚远，我在这儿，在哪儿？浴室。你待着别动。你小心点啊，这下面有沐浴露，你穿高跟鞋不安全。那我们出去吧。哎，你带手机了吗？带了。那你刚刚进来怎么不打个水桶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哦，我忘了。走吧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点，小心，房东大人。